请你们呢在三十秒之内要用尽全力，在我们准备的爱的框框里面来 pose。行为，老婆不在时要朝思暮想，守身如玉，不得有偷鸡摸狗之行为。老婆生病时要亲自赐汤药，废寝忘食，不得有漠不关心之行为。老婆生气时要跪地求饶，恳求开恩，不得有不理不睬之行为。老婆亲有劲卖力求饶，不得有口齿不分之行为。好，念完请签名。
样。我拍最后两关了。不是已经最后一关了？没有，还有两关。有六个关卡。大家不签名。我现在说，你就没有往下滑下去。但我们家安静。好，成功，下一关，下一关。进来。要等我们下人了。阿姨出来一下。我们需要阿姨。阿姨，我们需要阿姨。妈妈，好，今天就要把她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，请新郎对他们说些感性的心里话。爸爸，来这里，妈妈来了，冻姐。爸爸，今天是我们两家的大喜之日，那。请你们放心把露露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而且我会给她幸福，我给她保证，不会让她受到任何委屈，这些我一定都可以做到。请你们放心把露露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让她每天都很开心、很快乐的。说到做到，不然我们都是证人哦。记得他吗？这条是金，对，就是我们等下会有三双手，那你要选出哪一双是他的手哦。嗯，好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没拍的。不行，没有这个东西哦。好，蒙上眼睛。蒙上眼睛。手太干。没关系。觉得一定有点透透。这是啥子？人家老婆的手啊。因为我们只带他进去啊。哦，只带他进去。哇，完全看不到了，是吗？好，第一双手，哇，我挡到你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第一双吗？不行，一直小拇指。三号，确定吗？确定。三号，确定吗？为什么是三号？因为我摸指甲还有手的触感。啊，指甲，好，就开了。对啦。应该吧？红花嘞？红花嘞？红花。你要转移话题，现在想问说你应该什么时候做的？情人节。